河內道有間 BCC 大廈，上面有嘢食，北京老家。對面呢就是呢個 K11。樓下有間東南亞餐廳。敬老家，早嚟可以见到呢个景象，一七点零钟，厨房都睇埋，好得意喎！有鱼缸，大茶盘。佢都好特別，呢、這個古色古香，呢、這個豬皮凍，呢、這個係豬耳仔，酸酸地做得好食嘅。嗰、這個扁皮鴨，魚燒魚唇，夠型嘅松子魚。全部都同一格叫嘅，连呢个汤碗酸辣汤咧，都系同一个样嘅。手茶，
手星期一嚟食咧就特別平嘅。如果平日咧早啲結帳咧有折扣。青衣城漁居。而家系六点零钟，道太平馆喺度好耐历史噶啦。成五点钟咧，仲有肉酱意粉。听讲佢间红尾汤好出名。张台就系咁阔阔，沙律巴任食，响咗就见嘅攞嘢。呢個鐵板如果係凍咗咧，即係換過另外一塊鐵板。今朝嚟到長沙灣區月亮村。田嘅希根德斯，父亲节。有啲咁嘅雪糕，成為$509。
真的蛋糕就在这里。今天来到土瓜湾咸公道，门口都已经有凳给你坐，可以在这里向街喝这个啤酒，隔壁有人街灯。各式的酒吧，晏昼有啲特别嘅午餐，都系属于几十蚊嘅啫。饭团、鱿鱼酥，再嚟一个冇骨嘅猪手。跟个碟嚟咧，就有呢啲配菜。呢、这个猪手是贵嘢嚟嘅，160几蚊嘅。点猪手呢有三样汁嘅，同埋酱。今日我哋最大嘅一盘炸鸡，78蚊啫。听讲系镇店之宝嚟嘅。揭开咗之后咧，果然系好嫩滑。荃湾广场三。好多人，价位系好靓，拣咗呢个有辣有唔辣。我嗰支拍真系好犀利，直到冇啦，我哋想加牛肉，嗌佢埋嚟话加，佢话有方法，就喺呢个台上边嘅啫。咁原来咧，竟然喺我哋嘅台边嗰度掹一掹出嚟，就有一个咁嘅嘢噶啦。咁啊追加就喺呢度。咁啊加乜嘢啫？你叫边一款咧？你自己加要几多碟？揿一揿个掣咧，就全部有齐，真系方便。到荃湾麦恩记，个恩字咧就系由不大两个字嘅，即系表示云吞面咧唔好大碗，因为佢哋保持嘅意思咧就系细细碗，差唔多一啖就食晒个云吞面，保持咗爽口。好多人咧
因此咧都會用家底噶啦。家底雲吞麵，50元。